不是我要挨。你老公第一天晚上打麻将，我不认识他，谢谢我先。你可以解释，你可以解释。没有，我们结婚证书还没签呐、啊。哦，户政事务所办了没？还没登记哦，赶快作废。哎，这位民众，阿伯新婚第一天，他说他要打麻将，他没救了。我是欢迎门员，你跟老弟我才来，我今日无聊嘞。讲好是中岛公要拍，中岛是妹妹。哎，这位伴郎他有话讲，新郎说中午就要打麻将吗？是新娘。是伴娘，伴娘说中午就要打麻将。对啊，他说我无聊要打麻将，啊少两咖，没有人来陪我们啊。我好啊，中岛今天中午请中华民国沦陷了。两个先二票，两个一票啊。你喜爱先调啊。